竟是什么原因让库克亲临华强北？华强北这波操作直接让库克按捺不住了。苹果自以为新发布的顶配版本6000多 S8 Ultra 手表，一时间对华强北的降维打击。可是没过多久就被华强北的工程师给突破了，并且把他6000多手表的价格干到了100多米。兄弟们，到货了啊！这100多的手表真的可以做出苹果过往6000的手表一样的效果、一样的外观、一样的功能吧？咱们今天啊，也是从华强北淘了一块顶配的回来，给你们来测评一下，看是它入手这个性价比还是骗了呢？来，打开这包装盒来看一下，里面呢送了些赠品的啊，这边有保护贴膜、有保护壳、一条钢带、一条高山表带，赠品先放上边吧。咱们来看手表怎么样？这一个手表本体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，咱们打开来看一下吧。看下里面手表，里面的话是有手表，这边还配置来着啊，有这样的一个表带，这是一个灰色的海洋之心表带，到手的话一共是送了3条的，挺给力的啊。下面还有一个充电器，充电器呢是一个陶瓷式的无线充，这个放个边吧。咱们直接看手表怎么样，先撕开这个新机膜，看外观能否做到一个苹果6000的效果的啊。屏幕看起来的话是非常深邃、非常黢黑的，边框看一下，齿轮呢、按键都是有的，后面是有真实螺丝卡扣，都是采用金属材质，也是49毫米机身大小，大小的话跟那款果子的手表大小是一样的，从外观来看的话没什么区别。这样吧，咱们看下机吧，看下里面功能怎么样。趁开机这会儿呢，咱们换表带来试一下吧，戴到手上之后试一下，看看能带出一个6000的一个效果。来，这是一条钢带啊，我记得过往的话一条表带加一个手表是卖了6000多，然而华强北的话只要100多就可以入手，并且啊外观已经看过了，没什么区别，所以说戴到手上之后的效果的话，应该也是不会差。咱们上手来体验一下，看一下手表的一个外观和功能究竟可不可以。看这手表的一个屏幕啊，是非常亮丽的啊，外观整体看起来的话是非常有质感的，包括手表的一个屏幕壁纸，长按的话也可以去进行切换，运行思路的话跟苹果也是一样的。听说后台 APP 里面的话是有上百种表盘壁纸，都可以免费切换使用。来看里面功能吧，这是采用新款界面啊，滑动起来非常丝滑，功能也比较多，有运动模式啊，还能去进行测心率，有这样的一个指南针啊，包括咱们的万年历的话是有的，音乐连播放啊，像手机音乐、本地音乐、蓝牙耳机都可以去进行播放的，打电话接电话也是可以的。功能太多了，兄弟们啊，我这边一时半会儿讲不完。这样吧，我就开下直播，感兴趣的话来我这边调一下。